知道，。对啊，所以我每次来我都有那个海军港。你看我们基隆好多老鹰，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山城，所以很多的老鹰集中在这里，然后他发觉这里有他的食物，吃饭的时候出来吃，对，吃鱼，然后把它叼起来，哈。所以基隆人哈跟老鹰有关系，哈。哎，你看到没？对啊，好多好多。因为我们那边有好多鱼。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一起跟我们来体验基隆的新貌。我们欢迎 Coco 周一蔻。嗨，谢谢总统，还非常高兴到这个总统频道来，因为基隆是我的家乡，我是在基隆出生的，而且呢，在基隆读的中学跟高中，然后到台北才去读大学的。所以你高中是在这里？高中在基隆中。基隆好学校。哎，对对，谢谢。好学校，好学校。后来呢？到台北去上学住校嘛，坐那个公路局回来啊，那就在火车站，从那个火车站走到庙口去吃东西。我以前常常也跑到这庙口吃东西的。对啊，你的印象基隆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几年改变真的很多。对，你太客气了，就是林永昌上任之后改变很多，感觉比较明亮。对，也比较整齐干净。他还把那个废墟重生，像这一栋楼哦。它以前是一栋被废弃的大楼，然后它是停车场。我有次停进来以后，打开车门，觉得有那个屎粪的味道，哎，我当时是想掉眼泪的耶。我们都很愤恨，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基隆的市区这个楼变成这样。但是这个楼现在看起来很好啊，购物中心还有咖啡店耶。对，光是这样子，我的家族、我的朋友，他们在连任都有良心的选择。哦，了解了解了解。你看这个基隆，那个港跟你有关吧？台北港跟基隆港的分别，现在要客货要分离，这变成是观光客进出的港。对对对，那我们的货运呢就要移到台北港去了。这将来会变成台湾很重要的门面啊。对对，所以我们把这个军港就移到西岸，那东岸就变成是一个比较商业化、都市的机能比较更能结合。然后把货港移到台北港。对对，如果我们执政，我们会全力的支援这个基隆，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差不多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没有经营、没有发展的地方。总统，我们那个基隆今天是怀旧之旅哦，我带你到怀旧的地方去好吗？好。哇，今天小菜也好棒哎！既然要在镜头前面吃这种介绍，要是没有镜头会更好吃。市长，我们刚才就看到你的市政建设很用心啊，在设计的时候我都全程参与。东岸的那个旅客大楼现在正在整建，十二月底就好。之前因为很多民众到基隆搭游轮就说哇，那个建筑物怎么那么旧啊，然后设施对设施不好，现在就是在整个整改建，第一期今年年底十二月就好，好棒啊！第二期明年中就好。我们基隆有很多观光景点，我们基隆还有情人湖。你看现在有美，现在基隆人看起来就骄傲很多了。对，这是真的。我每次回基隆的时候，有的时候跟基隆人聊天，随便聊天，或者说你看我们现在基隆多漂亮，这是事实，不管他是哪个党籍。从我这边就是我们庆安宫前面，可以一边吃。可以啊，可以啊，可以，这个很好吃哎。我点当早饭，对，这很好吃。知道锅贴跟煎饺有什么不同吗？两边开口。哟，你真的知道？当然知道了。我小时候的庙口是我们加餐饭的地方，我妈要出来买菜，她就会带你出来，然后就带你去庙口吃一点。对，然后你就觉得今天被奖励。你妈妈对你比较好哎，我妈妈都是买完菜以后带我去吃一碗红豆汤这样而已。你有红豆汤吃也不错了，还干你搞事。然后我是在祥丰街长大，那个谢振武是在安澜桥，跟我是一样的。你们都基隆人哦。基隆也不少。高嘉瑜基隆人啊。对，陈美凤也是七土人。我的大哥其实他以前是在中国造船厂上班，现在台船嘛。以前基隆人在台船上班是很骄傲的，本来大家以为台船近几年因为没有什么
船业生意嘛，那可是最近就很骄傲啦。的员工都觉得很振奋，因为国建国造啊，还有海巡的舰艇也是由我们国造的计划嘛。连我们离岸风电所用的那个船舶，有一些也都是我们的船舶业来制造的，现在都感觉到，所以它可以引进很多的就业人口，然后让那个地方在本来也面临是不是要被整并到高雄去的这个，现在不用了，现在继续留下来，而且会做得更好。这是真的是哈，时代演变中很不可思议，而且很大家觉得很那个开心的地方。可是总统，你小时候有到基隆来买委托行的东西，你妈可能不会让你来。那是我妈妈比较有可能去的。对，我太小了，那也不太会去买这些。那委托行当时卖什么？你记得吗？我那个时候更小。讨厌。我们现在就去委托行好不好？好啊，好。而且委托行旁边还有孤衣店，这人还有孤衣店哦。孤衣店的衣服是那个时候台湾还没有成衣嘛，比较平价的衣服在孤衣店，它有美军的那个夹克，那个时候我爸爸就会带我们来买。来来，我总统，我带你到这个店里来。嘿，老板娘你好，好棒啊！刚刚有跟总统讲说，以前大家都来这里买牛仔裤嘛，吼，丝袜，所有舶来品。那采购是谁去采购的呢？是我，是我公公把这个店交给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解严嘛，舶来品啊，大概全部都是在基隆。对，然后这边还有干妈店嘛，对不对？平安干妈店。晚上会很吵吗？干妈店。习惯了。大家都来拍卖渔货。后来因为大家开放观光了嘛。委托行后来就比较萧条，所以我们现在在想说，把这个地方做地方的创生，然后跟卡玛丁啦，这美食啦，结合，把它再结合起来。总统这边就是我们那个，这就是哈市政府的地方创生中心，感觉很不一样哈。对，这边以前是寸土寸金，那他们现在也舍不得卖吧。总统，你看这个对面就是，你看我刚刚在讲，在卖挂包耶。总统，不然可以请你帮我请。台湾汉堡，那一直都在基隆，还是有出外过再回来？这两年才回来。然后愿意回来是很棒的事情哦。基隆开始有感，真的有感。现在这几年真的是有脚动起来了，有在动。哎，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么多，这真的是我一个老基隆人非常非常开心的地方。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到基隆来，我们有林市长，还有未来的规划，还有更美妙的基隆，它会成为国际之中最大的一个城市。我们基隆人一起加油。这几年其实最感动的最骄傲就是有许多的基隆市民跟着我一起打拼，基隆真的很漂亮，也变得不一样。基隆真的有很多很好玩很有趣的地方，希望大家来玩。那台湾还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去探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四处走走看看好地方。红色带来的感觉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忧虑？中国的介入其实是每一个层面，那他们也会用尽所有方法来影响台湾的每一个他们觉得可以影响到的人。这三年来，你这三年的文攻武会还不够多吗？这个总统撑住了，你才有现在的多元布局自主的空间，不是吗？我可不可以讲一个秘密？这个地方好到什么程度呢？我刚才其实用了洗手间，洗手间非常干净。干净。我跟你讲啊，让人喜欢基隆的美食是什么？基隆好吃的真的很多。他都嫌我麻烦，都不带我去吃。没有。对，可是我们基隆除了庙口，还有很多。不止。好多好多巷弄的美食，像孝山路啊，还有像现在那个仁爱市场楼上，现在那个好几家店都要排队。你们蛮幸福的，每天有这个东西可以吃。我会变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啦。现在已经瘦了啦。接下来目标5公斤。这家真的很好吃，这个没完。我已经完全忘掉这件事情，我专心吃我都。总统，这菜包好吗？好吃，好吃。来，1、2、3。基隆女中很棒。对，是是很棒。你是基隆女中的吗？不是，我是老师。大家好，谢谢大家的观看。喜欢吗？喜欢的话，请订阅并且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我们会释出更多的独家内容的影片，敬请期待。